再次学生，我从椅子上跳下去。好啦，现在我们来玩的是这个史莱姆手游。了解各位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话，可以打金刀好玩的游戏，或者是拿起你的手机或配的，这边有个 QR code 扫起来，都可以下载我们这个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事，大王亲自带你们转身好诶。欸，我的 ID 然后其实我之前有一点那个宝石啊，但我想说留到今天再抽好了。我目前我的手抽是抽到这个神乐版优素，然后我氪了33块，拿到了这个游戏普攻最强的角色戈比尔蜥蜴人。哎，有人有抽到红丸吗？我现在主力是练红丸的，红丸跟鬼一样。我们这里很简单哦，希望可以抽到几只妹子，好不好？不然目前我的 S 级角色一只妹子都没有，我们先来抽一只 S 级的呗。好啦，我这边先来100抽好了，而且我在28抽就保底了。欸，不过是我的幻觉吗？我目前抽的游戏，我的 S 全都是保底换出来的。有人跟我一样吗？我第一只那个优素是第一个 S 级十连，然后第二个我的红丸是保底换出来的，然后我又快要保第二次了。这边我先来抽一下紫苑好了。不过紫苑 S 级其实登录7天就有送了，但没有关系，我们先抽一只。漂亮的金光，怪怪的，有点怪怪的。我怎么每次抽都长这样？不可能我玩这个游戏一直保底吧？金色，请问我还来得及改我的名字吗？我看我的抽运，再看看我的 ID 是不是个笑话。8次内必出 S 级，这次一定有金。没有，我跟你们讲，其实还是有机会不会保底。我只要不要是第八张是金色的，那就不会保了。而且保底也没差，给我妹子。哎，阿美是不是也很飞啊？蜥蜴人的妹妹，哎，苍华强吗？没关系，有妹子就不亏。等一下我第八只，所以你把这我保底了吗？没看这时候为啥蜥蜴人长这样？来，悟空弟，我跟你讲。其实蜥蜴人的妹妹她本来不是长这样的，我给你看她本来的图。A few moments later， 欸，当我忽然找不到妹妹的图，欸，我忽然找不到妹妹蜥蜴化人前的图。你们知道史莱姆这款游戏其实很厉害吗？你们以为传统的哥布林长得应该都不是很好看，但这游戏里面就算是哥布林，只要被取名了一样是很香的。抱歉我找的画质比较低。好，我们出发 Let's go。欸，我目前除了保底之外真的没看过金色的书。欸，好，这只也是蜥蜴人。他本来长这样，人化三小变回去，对不起。抽到密利姆吗？密利姆还没出，但密利姆应该会是 SS 级的，我猜的啦。该来了吧，谢谢各位金色。难道是我这个账号被侦测到是氪金的账号？我记得以往只要可能氪过就会被认定是盘子账号。我只氪33块买个哥比勒，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难道我看起来这么飞吗？ Yes， 蔬菜蔬菜蔬蔬蔬。欸，我跟这群学生是不是真的很有缘分？我其实这个账号是我首抽第三个账号，你们知道吗？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之前的战绩。我第一个账号抽到那个吉普森是个学生，第二个账号抽到关口良太是个学生，最后开局抽到了神乐版优素，再来又抽到了三期剑也。好诶，欸，剑也强吗？剑也强吗？三期剑也挥出一道巨型火焰，对自己的所选单位的重裂造成168，并附加点燃的效果，然后每回合烧10%。是不是被我大红丸屌打，啊？红丸全体247%，然后烧的一样痛，虽然耗能多2倍。哎，这游戏抽爆萌丸哦，因为萌丸是本人。这游戏里面萌丸就是自己的一个存在，你可以在游戏里面透过吞食道具跟过关之后拿到核心，拿到核心之后你萌丸就有不同的技能，你可以有不一样的大招、不一样的普攻、不一样的连续效果跟不一样的天赋。然后萌丸有规定，你每次战斗萌丸都一定要上场，毕竟我们是主角。
就是这游戏都可以放五只，是萌娃一只搭配另外四只，然后萌娃里面的技能跟普攻还有必杀都蛮全面的，就看你搭什么组合来决定你这把萌娃要怎么玩。来喽，各位，必出 S 级，再次学生我从椅子上跳下去，这只好不好？各位，这只可以吗？虽然第七天就有送了，我本想大声刺，给我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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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人！怎么又是你，吉普森？就算死了也别恨我，我为你拖你下水啊，吉普森。给你们看一下，我现在红丸是怎么轰的。现在有两个流派啊，我玩的是红丸必杀流派啊。给你们看一下红丸有多强啊。好，我会这样放。我这样放有个优点，我虽然红丸有可能会先被打死，但我主要是练红丸。我这个套路是，前面用萌丸的天赋让哥比尔多抽一下。然后我第一轮进去，那个猪菜会帮红丸放 buff， 第二回合红丸会直接开大，直接烧毁。我这个流派第一回合，猪菜先帮红丸加必杀，猪菜放招不用耗魔力，然后戈比尔进去先开桶，然后第二轮你们看红丸要秀了，先上必杀，红丸烧毁，我这个必杀流红丸。烧毁黑岩玉 ，ban 直接烧7500，然后再你看到什么。但我有个很严重的问题，有没有进？哎，进一开始被我们吃了，很遗憾没有进。哦，以后有，真的假的？你们是去图鉴看的？哎，真的有进呢，进快速的冲至敌人面前。拔剑挥出两次带有火焰的斩击，哎，进的技能很屌哎、欸，他血越少越强，然后他又可以吸血，怎么很符合原作哎、欸？哎、欸，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哦，现在输入这个礼包码，现在可以输入这个礼包码，输入礼包码 I N U R U 就可以赠送游戏里面的虚宝。记得兑换，输入这个大丸的兑换码 RNURU 啊，任何都可以输入。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个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是魔物之王的工商就要结束啦，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假设各位对这款游戏有兴趣，可以在聊聊打进到好玩的游戏，或者是拿起你的手机或 Pay 的 QR Code 扫起来。如果各位有玩的话，可以在这个左上角头像那边输入礼包码 RINURU， 记得都要小写哦，就可以拿到游戏里面的虚宝。好，那我们今天史莱姆的工商就这么结束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